双方第五场决胜局的较量。哦，好球啊！嗯，好判断。碧岩队的方彦哲、任翔宇真的敢拼敢打，面对世界冠军、奥运会冠军，他们也不手软。郑思维、刘雨辰，他打欧洲的不行吗？都是国家队的队友。哎，好球！好球，好球！决胜局打到4-4平。刘雨辰还要挑战鹰眼，怎么于超这边他没有鹰眼装备？喂，漂亮漂亮！不敢跳了，不敢跳了。双方打成5-5平，非常激烈啊，非常精彩。好球啊，真漂亮啊！方彦哲这个反手斜线，哦，精彩精彩！九二，6-5领先交换场地，这是目前是宇超最精彩的一场男双对决，双方打的真是特别精彩，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男双比赛。现在是宇原队7-5领先任州。就是这已经打兴奋了，方彦哲、任翔宇8-5领先。有了，哦，漂亮漂亮漂亮，没想到这两个小将面对世界冠军敢打敢拼，打得这么顽强。哦，很可惜啊。漂亮，哇塞，哎呀，刘雨辰这个重杀后场非常有威胁，双塔之一在后场也是非常敢打。哎，好球好球好球，嗯，拿到了长点，得有一个多星期了。对，有回去一个星期。哦，回来，我就说一直都没看到。哎，好球，长点，现在是碧岩队。哦，精彩时刻，真没想到，方彦哲、任翔宇，男双赢了郑思维、刘雨辰。这场比赛男双比赛打得非常非常激血，非常非常精彩，双方打的。碧岩队的教练孙成华非常精彩。抖音